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易轩科技。电视剧里那些江湖人士，个个都一柄长剑，行侠仗义，是不是都很帅气呢？每次看到他们，小编都希望自己也能拥有一把宝剑。一个小伙估计和小编有同样的想法，他就用熔岩浇铸一把宝剑，没想到冷却后轻轻一拿就悲剧了。和小编一起看看他做的宝剑是什么样子吧。视频中这个小伙拿出一把玩具宝剑，当然不是直接浇铸宝剑，这个宝剑只是作为一个模型，将它按在沙土中，这样就能轻松得到一个宝剑的外形。接着小伙将大块的火山石放进熔炉中加热，没过多久再打开熔炉时，火山石已经变成滚烫的熔岩了。这时的熔岩已经达到1000摄氏度高温，小伙戴上防护手套，小心翼翼拿工具取出熔岩，再把熔岩浇筑在提前做好的宝剑模子中，光靠岩浆自己降温要很久，小伙等不及就决定用液氮来给宝剑降降温，不由分说一大桶液氮浇在宝剑上，宝剑的温度很快降了下来，不过还是有些烫手。小伙戴着手套拿工具准备从沙土中取出宝剑，看看最后效果，没想到下一秒就让人震惊，宝剑才刚做好拿起来就断成几段了，真是没想到这把宝剑竟然这么脆弱。这下小伙也是受了不少打击。视频前的观众，你们知道为什么宝剑这么轻易就断了呢？欢迎视频下方留言评论。